到那个小郭，我说老师，你要入声吗？你起吧。啊，你是这样啊？昨天博文讲那个梗嘛，就是你知道我养了一只狗，那狗肾也有病，也有病，手也有病，脚也有病，全身都是毛病，但是没有比新竹那个酋长更多毛病。Yeah.
躲到现在还在抖。那手呢？手已经不是我的手了，没有感觉。应该关老干那个。哎，我一妹。应该有平哥啊，你觉得在旁边看的时候，结巴冷汗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练习，退步。我看四粒一粒木头，你还是这么厉害啊？不啊？全部要在你身上了，酒都带来了。对你家己的要求，你来愈低。四粒一粒木头，你怎么一粒木头呢？以前你的个性可不是安尼。黄忠是变吗？对对对，黄忠是变。伊搞公仔了，我没来跟我对局。那我来做图呀，阿姨做道具玩了。我就会推荐你这个，你这个八百二啊，对啊，要到113，我这一个你七八十四，哈哈，上尾也上到七八十四的。我是讲你富贵八年。我也是袂变钱，人讲上石就白念，知无啊？用啊，我都系讲揣酸酒。